政治辩论里面非常容易失去方向，或者是完全没有主题。例如，各位还记得川普跟拜登的这个辩论会里面的议题是什么吗？基本上你只会记得拜登就是Trump， 然后川普就政治这个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讲，好像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思考模式、思想逻辑在大气中飘来飘去，政治形态，而不是真正实施的政策。很多人只看到就是政治方向，候选人说的政策，但是却不知道这些政策实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例如，帮小孩变性，这是一个左派右派都很爱讨论的东西，很爱辩论的东西。这个议题超奇葩，奇葩到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真正实施起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以下这个影片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把男性荷尔蒙睾酮素打到一个11岁的小女孩的身体里，五年后她16岁的时候的样子。 So I got out of my haircut because my hair was driving me nuts. And I shaved it because I'm tired of watching my hair thin out, and it's less distressing if I shave it. So when I talk about being too far gone,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else to call it. This is what I mean. This is how deep my voice is. it's gotten deeper over time, and it's settled. This is what I mean by hair loss. And it just keeps getting worse. It keeps thinning. It keeps receding backwards. You know, and I'm not exactly sure that's coming back. Those are the main things when I talk about being androgenized to a point of no return. I really don't see those being fixable. So that's when I talk about, you know, just kind of staying how I am, regardless of how I feel. That's why, just because I don't really see me personally being able to come back from what's happened so far. So I hope that's a little explanatory. 我不知道各位看的是什么感觉，真的是很心碎，完全心碎。会心碎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他是认真的，他这一生就被那些变态的医生彻底的摧毁了，他的身体永远回不来了，永远无法再度正常。我不知道各位啦，他的发际线我很有感觉，很多人就是因为我的发际线就是。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我有两老是要两条蟑螂须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重点不是在我身上，那我在这里不是在说他这辈子都再也不会得到快乐了，无法接受自己。或许他可以，不对，他一定可以，只要他能真正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认识神眼中的自己的话，就一定还是可以活得很有意义。但是这个小女孩永远都不会健全，永远都会有遗憾，她的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被夺走了，被那些变态的大人允许他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还不知道后果的情况下，做了无法改变的人生方向，包括支持他的家人，到整个医疗体系，甚至到前副总统拜登，在那边试图把这个变性儿童变性的东西当成是做成是联邦的法律。这个小女孩的某个东西被夺走了，被这些变态夺走了。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崇这些极度愚蠢的思想，就说什么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没有东西是绝对的，永远都不会太晚，什么盟约，什么海誓山盟，什么责任义务，这些都只是传统的束缚压迫，跟那个台湾的那个和尚一样，说哎呀我的眼睛业障重，假的，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你想怎么改变就怎么改变，再怎么样的话你还有下辈子啊，对不对？你这辈子改错的话你还有下辈子嘛，对不对？但是这一切都是谎言，就是有没办法回复的东西，就是有后悔都来不及的决定。特别是在变性这个东西上面，现在变性好像是个很时尚，好像很前卫，但是如果各位对时尚跟流行有任何研究的话，就是流行热潮只是暂时的，现在很火的东西一下子就烧尽了，但是对你自己造成的伤害却是永久的，而且是无法改变的。变性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你会发现左派永远不会推
广这类的影片，左派从来就不会把这些被阉割的、被破坏的小孩挫败、失败、后悔的样子，甚至不需要讲到变性，左派也不会把堕胎、婴儿死亡的婴儿的尸体给你看，也不会给你看美墨边境发生的枪战、犯罪、偷渡死掉的毒品泛滥，也不会给你看那些吸毒过量的人口吐白沫死掉的那些人，或者是在大城市里面被屠杀、被抢那些老百姓。左派不会给你看通奸除罪化会怎样，支持堕胎会怎样，边境开放会怎样，吸毒合法化会怎样，废除枪支会怎样。他们只会把这一切说成是美好的，而且是有同理心、同情心、爱、理解、包容、多元、美好的单词来遮盖这些残酷的现实，只是为了要骗你，要你的选票。他们只是想要继续掌权。英文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 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善意铺成的。不知道是谁说的，不确定。这句话可以完全的解释我们美国在2022年的这个政治生态。左派如果要赢，他们就必须把他们造成的伤害掩埋起来。如果保守派要赢，如果基督徒要赢，我们就必须帮助这个世界把眼睛打开，看清事实，不要再继续被骗。